抓住了，绳子抓住了，往下松。刚开始可能养一千条的，这两年可能就养了3000条、4000条了。正好是五斤啊！对对对。哎呀，打仗这打了多少年了？这快10年了。我给您配一下，这20多种东西。往下赶完了这个皮儿啊，就像一朵花儿。幸福是靠自己努力拼搏出来的。蜘蛛人一般指那些攀爬在城市高楼外墙上进行清洁工作的工人，他们靠一根保险绳和一根工作绳把自己悬挂在大楼外，像蜘蛛一样，所以称为蜘蛛人。我们要去探访的蜘蛛人，他叫王春泉，通过奋斗成就了现在的幸福生活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是北京高空作业从业资格证的考点。在这里啊，我们约了一位蜘蛛人，他叫王春泉师傅。看时间差不多了，王师傅可能快到了。哎，你好，您是王师傅是吧？对对对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王师傅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正好也是来培训这个高空作业。在楼上是吧？就跟我走啊。您这做这行多少年了？我是96年开始干这个外墙清洗。96年，对对对，现在20多年了。20多年了。1994年，中学毕业的王春泉离开四川老家到北京打工。他先后干过建筑小工、养殖场工人，因为年龄小不适应，再加上工资不高，他开始另谋出路。1996年，在老乡的建议下，王春泉成为了一名蜘蛛人。开始干这活的时候，因为经过老乡介绍去的。去呢，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在下那个高层，一看他两天就觉得，哎，这个我觉得我也行。他们把本给我打好了，锚点都给我找好了。您说这锚点是不是就是这个？你看这里就是你特别专一的一个地方。你看他为什么不弄一个？还有两个呢。两个的还是双保险？这绳子有没有什么粗细啊？什么它的这个程度？有，现在一般用的都是14的、12的绳子。14、12。实际它的重就是拉力，它完全都是3.6吨。这绳的材质呢？锦纶绳。对，这个绳子呢，一定要给它把这个头子留稍微长一点。对，然后把这个拽紧。你看你这样你怎么拽它？这样我掉。我刚才就是这么无意当中碰一下王师傅的手，您看这双手特别结实，而且这儿全是。就是磨的绳磨的茧是吧？是，这个什么时候就，对，经常干活拉绳子啊，因为楼层高的话，你这么拽绳子往上。这一套准备工作下来得花多长时间？一般您在工作之前，我们正常的话要不多时间啊。去了一会儿就好了，哎，我们把安全带先挂好了。先挂好。我国对于从事高空清洗的悬吊作业有着严格的规定。蜘蛛人上岗前必须经过专业的培训考试。那接下来就是我跟你先打。啊，行行，成成。腿一定要走这外面进去啊，抓住了，绳子抓住了。好，你这个安全带我给你拿着。脚踩在这上面，绳子抓住，这会儿往下坐，蹬开嘛，蹬开。对对，蹬开。然后你要把屁股后面那个带子，再捋到这个背上。弄好了吗？弄好了。不用怕。哎呀，我现在已经有点冒汗了。大夏天的时候能想象，王师傅他们就是最热的时候，那真的是汗流浃背啊。对对对。哎呀，感觉到王师傅踩这鞋、踩这个板的时候特别轻松就下来了。然后呢，师傅，这往下松，就把自己放上去了。哦，哎呦，对对对对，再往下走，这不能聊天。王师傅下的是非常顺畅，我这个也还行，我安全下到底了。哎呀。我现在只想坐一会儿，咱们休息一下。好嘞，师傅，我把安全帽摘了吧，凉快一下。刚才我坐这个板儿，就这个板儿的感觉啊，就是因为它挺硬的。我告诉你们，那会儿那个坐板根本没有这个，没有现在这么没有这么好。对，那会儿坐板这个都是钢丝绳啊，这下面哎呦，那不更勒腿啊？对啊，这个现在说白了真的很好的很多。
你看一个月算下来就2万多。相较于以前您刚来的时候，这日子还是有很大的变化，是吧？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比以前好多了。您刚才说了半天，我真想体会一下，感受一下这个员工们、这个兄弟们他们这个工作场景，我们一起去看看，您带我，好吧？与王春泉的交谈中，我们得知，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做清洁小工，后来通过自学获取高空作业资格证，遇到特殊涂层的玻璃幕墙，为了保证清洁质量，他自学化学知识，反复调试清洁剂。慢慢的，王春泉成为团队的顶梁柱。现在，王春泉已经成为项目经理，不光安全方面要负责，连清洁的质量也归他管。他在现场基本闲不住，一会儿检查绳索安全，一会儿查看工友们的清洗进度，遇到忙的时候也会上手帮忙。现在就是，比如说你也经常必须得跟着这个师傅一起。对对 对, 对, 对，因为我一般的都是他们摔完绳，我的检查以后，我觉得没问题了，因为我干的时间比较长。那您说这些年，生活的这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我在我们老家县城买房了。买了多大的一个房？买了120多。120多平的，就是咱们坐那车是您在北京对对对啊，在北京买的。北京买了一个车。是的。那您觉得这些年您的这个工作？对，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。因为一开始一出来，说实话找不到工作就找零工。后来逐渐的干到这一行了，收入变化比较大。就是自己的奋斗。你准备下班去忙活。好，长吗？好嘞。王师傅和其他正在努力的奋斗者，用着自己的这双手为城市贡献着自己的力量，通过奋斗努力创造了简简单单的幸福，同时也诠释着幸福的含义。抓住了，绳子抓住了，往下松。刚开始可能养1000条的，这两年可能就养了3000条到4000条了。正好是5斤啊！对对对，哎呀，打仗这打了多少年了？这快10年了。我给您配一下这20多种东西。往下赶完了这个皮儿啊，就像一朵花儿。太难干了，幸福是靠自己努力拼搏出来的。在北京前门的大石栏，聚集了很多的北京美食。这里也代表了北京饮食文化和历史。今天来到这里，要去探访的是一位美食技艺传承人。他从打工妹到成为技艺的传承人，用了9年的时间，通过努力奋斗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吴老师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吴老师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是吴老师是吧？哎，打扰您了，您这是在，哎，我看您这桌子摆了好多小本本，这是做什么？要干的什么事儿？我可能头天或者前几天我就写下来了，写完之后呢，就是干一样画个勾，这算是一项工作习惯吧。我能看看您小本上记得什么吗？啊，这个是日子，是今天的日期是吧？巡店，啊，那这个有些，譬如巡店过后，我可以跟着您一起去参与一下。可以。吴华霞，中式烹调师。2003年中学毕业那一年，他做了一个令家人吃惊的决定，离开河南农村老家到北京打工。他先后学习过美容美发、计算机等等，但都不是他所满意的工作。在表姐的建议下，他开始学习面点制作。16岁开始学习手艺的他，现在已是北京烧麦技艺的第8代传承人，也是到现在为止第一个非京籍传承人。你看，这是不一样的一个擀面杖，你看这是这样啊。对，你看。哎呀，看到没？撑起来就像一个小雨伞一样，是吧？稍等啊。把面抖开。哎呦。嘿，我们吃着烧麦的时候啊，觉得只是说好吃，嚼在嘴里这个韧性。但你知道吗？现在华霞擀完了这个皮儿啊，单独一个特别的薄，看一下，哼，就像一朵花儿。我们这个边是0.5毫米。0.5毫米。对，芯儿是1毫米。烧麦制作讲究手艺，烧麦面皮儿太薄或太厚，都会影响烧麦的口感。
尤其是烧麦面皮上的褶，褶必须多，褶越多越有利于馅儿与面皮的融合，吃的时候才能肉汁儿与面皮完美结合。烧麦褶的多少也代表着烧麦师傅的手艺水平。当时为了学好擀皮儿这一基本功，吴华霞每天反复的练习，别的工人一小时擀十多斤面，而他15分钟就能擀十多斤面，还练出了将面皮儿擀出103个褶的绝活。听说有一个数字对于你来说是非常特殊的，103，对吗？时候是大家就是觉得那个你这么点孩子，一个小姑娘，对，然后我说那我就给你们赶一把呗，就赶完之后就他们在那一数，就最多的数了103个。一听吴华霞说话，就能感觉到她是单纯倔强，对自己有股狠劲儿的人。当年你是怎么来到我们的店里边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的？之前我是在一个食品培训学校，后来领导找到我说，我推荐你去一个地方吧，你说你这手艺学的还不错，就真的就是我来的时候我还觉得我挺自豪，我觉得我学过，我肯定包的特别好看。但人那会儿人那个师傅啊，就包的都是这样的，我自己发现了确实不问题在了。然后我自己也不作不闹了，我就开始就是踏踏实实的开始静下心来吧，我就想怎么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就是追上他们这个效果和标准呢？为了给自己创造学习机会，吴华霞暗中观察烧麦师傅怎么包烧麦，想不明白的就上去问。一开始由于使蛮劲儿，手上磨出了很多茧子。是那个擀这个的时候，就是我手擀出了大水泡，就这么的擀出了水泡。因为当时就是使劲儿，其实是这一块使劲儿，对，就两边使劲儿。我就总是找不好这个力度。对对对，就时间久了，这个手它就磨出水泡来了。感觉就自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笨，就连这么点事也干不好。所以我就可能会去一边抹眼泪去，然后抹完之后呢回来就继续练。继续练没有想过放弃吗？但是就是想着你放弃了，你这个放弃了，你再去干一个别的工作，其实无非还是从头开始。哎呀，能把一个事儿干好，怎么说呢，也是一种。2008年8月，吴华霞成为烧麦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。几年之后，16岁一个小姑娘来到北京闯荡，那时候这边有朋友或亲戚吗？当时就是因为也是在上学，上学，然后就是想，其实我一直都想上大学，然后当时就是母亲想让我上那个中专那种的，就是上完3年之后就可以分工了。分工作了。每个人嘛都向往美好，就觉得在大城市当中穿梭，就像现在一样，带着那个胸牌儿。曾经啊，16岁来到北京，慢慢学徒的见到，是吧？当时那是一种，那个时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好像300-400块钱吧。300-400块钱，你觉得够用吗？我觉得我当时好像不太出去玩，也不太花钱，因为就我觉得我可能从小属于那种比较懂事的孩子。就我喜欢就把钱节省下来给帮助家里减轻点负担，所以我不怎么花钱。那个时候我好像还能剩下钱。还能剩下钱？哇，那个时候在北京一个小姑娘，然后还能剩下一个挣400块钱。那时候觉得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？有没有设定过？比如说我要一步一步做到什么样的状态？有没有给自己制定过这样的目标？就当时就希望自己就是学完手艺以后开一个自己的小店儿，自己想开个店，自己想过自由的生活吧，就自己说的算，能做主的日子。所以就学了手艺嘛，学完之后想着能开个店什么的，后来就是也是很幸运吧，就被师傅啊看上。然后就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平台，确实啊，就是幸福是靠自己努力拼搏出来的，没错，就是不管做什么事儿啊，中间都会承受一些困难，我觉得这也正常。
作为烧麦技艺的传承人，为了保证各店烧麦品相、口感、质量保持一致，吴华霞定期对各店进行巡查，遇到忙的时候也会上手帮忙。单纯、勤奋、固执的吴华霞，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了命运，成为烧麦技艺传承人。2020年，吴华霞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。吴华霞通过奋斗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就是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吧，就希望离天安门近一点。离天安门近点，想着能有一天能在这附近生活就好了。现在算是，你觉得算不算梦想成真？嗯，也算是圆梦了吧。从实现自己梦想的吴华霞，到踏实肯干的王春泉，他们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职业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始终以一个奋斗者的姿态前行着，并且通过自己的双手努力创造着各自不同的幸福生活。